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一只背上有一个伤口，哇，这个伤口是一种叫达摩鲨的咬伤，这个鲨鱼呢它咬住以后嘴巴会转圈，一块肉就带下来了。对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船上另外看到飞旋海豚下水去拍它。其实这支影片它并不是人下去，它其实反而是用把机器伸下去的。就是，对我来说，重点是想要拍到它水下的样子。